大家好，来，舅舅和大家说一声 hello，舅舅，hello。这钩子可以。这么猛啊，这鸽子！大陆我来了，可以杀吗？我踢了，我踢了，我有跳，我有跳，我要直接上了。开始。可以打，啊，这么多人了。哎呀，就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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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哎哎，老六老六我到，坏了死，哎我操，爆炸了，我操，这个大。一级大盘出了三级大的区区，哎呦，好猛！缘分没到，会有更好的。
小心点我。缝衔接有什么可以看的？现在这个生活节奏就是很快，对吧？讲道理呢，唉，但是你多谈几段恋爱是有好处的，对吧？你只有失去了才懂得珍惜啊，学友们，慢慢来吧啊，看吧，我觉得你在你本地碰到的姑娘，你应该能找一个很好的了呀。啊，除非说你觉得你看不上本地的，对吧？你想在这个高就一下，那你，我觉得你本地找姑娘，你能找到很好的了呀，对吧？你这个资质，建议你找个年纪小一点，听，对吧？这个懂事的啊。最好不要相亲去找。最好不要通过相亲的方式。那本地的他为什么看不到看不上你呢？那你哪里不行啊？啊，好痛啊！不是很多人他是这个样子，就是。他有房，但是他的这个收入还没有上来，懂吗？就是怎么说呢？就有的人他可能房有房子，对吧？那是因为他以前房子没这么卷，你现在房价太高了。我认识太多相亲谈不了，而且很多相亲他带闺蜜，对吧？他这个哎带没再带个闺蜜来一起看一看。你想人家相亲对吧？你相亲你要请人家吃饭吧，人家再带个女的对吧？完事了，完了之后搞不好在这个对吧，在这个背后再笑话笑话你啊，带个闺蜜对吧？你请人家俩妹子吃饭，人家搞不好背后再说你啥，说你点啥，然后到后面还成不了，很多这样的呀。所以不要，我跟你讲，相亲最好不要。对吧？你这个怎么说呢？就多去溜达溜达，对吧？你只要是这个平时，比如说你吃饭啊，你看到一个漂亮妹子啊，对吧？你就上去问人家，你说对吧？这个能不能加个，对吧？加个微信什么的，对吧？了解一下啊。哎，操！年龄看吧。看你喜欢什么样的，一天就是可能我这个都不算辛苦啊，有比我还辛苦的人。有点意思啊。前路。
去了啊。要出 BKB 啊，兄弟们，没有 BKB 烂了。
棒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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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棒，哎呀哎呀，哥们儿 A 奶棒啊！奶棒点了，奶棒点了，哥们儿。哎，我动不了，我操！兄弟们，我被打这么久，怎么没有人断一下我的？哥，看到了。A 出来 ，A 人 ，A 人 ，A 人 ，A 奶棒 ，A 奶棒。先别急，别死人，全满了，别死人。
再打了。啊，坏了！能救一下吗？能救一下吗？瑟洛。哎，兄弟们，牛的牛的牛的，赢了赢了赢了！我操！哎呀，不容易啊！我是苏米亚，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关注和支持，希望能跟大家有更多的互动，请大家继续支持苏米亚 Office。